现在无论从时间、迹象和妙姑的神色，无不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案发时，这房里除了看壁娼，只有纪王。不，这不可能，这只是您的主观臆断，事实绝不会是这样。这得看当时的情景。不管当时的情景是怎么样，像赵明这样的佛门大师都不可能杀人。可这是事实啊。事实，证据呢？可有目击证人。谁是目击证人？妙姑。可他什么都没说呀。不，他已经说了。你随了我这么多年，应该记得宋某说过的一句话吧，人心是最难看透的，同时也是最难掩盖的。妙姑虽然没有道出真相，可真相已经写在她的脸上了，你应该看得出来的。其实啊，我也和你一样，明知事实如此，却不愿相信。然而，事实就是事实啊，英姑，这可容不得感情用事。这到底是为什么？对，只有弄清这是为什么，才能对昭明大师有一个公正的交代。凭你看出来了，其实在你们师徒二人当中，充满着对昭明大师的悲悯之情。只怪凭你修学不深，深信耻辱。这么说，你果然目睹了这一切。确切说，是我在门外听到了这一切。事实就是事实，请师姑如实相告。用不着我说，大人看了大师的遗言就会明白的。什么遗言？这是一个有关佛的故事，字面上的血迹想必是昭明大师有意为之。这就是昭明大师的临终遗言。看个够，臣弟这么看就是了。拿着。何事？官家，何公公出去还没回来呢。那就你去，你去把桑月姑娘赶紧给叫过来。谨遵圣旨。叫什么事儿啊？许进不许出的，老夫还要回宫侍候圣上呢。说的也是，他宋慈查不出真凶，倒拿上司当人质。哼，本部堂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我看谁敢挡我的道。你走吧。给我让开。结果如何？王大人，我必须马上进宫面圣。去吧。啊，不，这恐怕是……没有恐怕，我必须马上进宫面圣。这不可能，圣上这几天龙体欠安，可这里已经有人丧命了，老夫不会允许你去骚扰圣上。你是怕宋某向圣上去揭发你的恶行吗？你此话何意？你这心里明白呀、啊，宋慈，你为什么总盯着我们不放？就算我们来者不善，可是真凶毕竟是另有其人呐、啊！你为什么熟视无睹、不闻不问呢？以公公看，谁才是真凶呢？他！你们来现场时，唯一出现在现场的不就是他吗？而且这些年来，他仗着手中有一份遗诏，一份遗诏，公公对此大可不必遮遮掩掩，这不算什么秘密了。对，他就是仗着手中那份遗诏，敢与圣上逆行啊！他才是十恶不赦的恶魔呀！可你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为什么偏偏就不怀疑他？因为昨夜无故出现在这座寺院里的人，谁都可能怀有谋杀己王的动机，唯独他最担心己王被害。你这不是为恶人张目吗？说得好啊，武德，不是天来。你现在嘴上在笑，可心里一定在哭吧？其实宋某这几个月来殚精竭虑的要解开己王案之谜，却是举步维艰，如履薄冰。原因就是因为你。你虽然不是今天这桩谋杀案的直接凶手，可是你，不，还有十年前就入土归山的你的亲叔爷石凯元，你们这两代权奸才是这整个事件的万恶之源。你不就是仗着手上的一张遗诏和己王的生死之谜肆意妄为吗？可现在昭明大师圆寂了，你手上那份遗诏也成了一张废纸，这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末日？不见得吧，再过一个时辰也许就是你的末日。哼，我敢说今天你肯定见不到赵红的，圣上也不会让你接他的短的，都是输家，没有赢家，全都是输家。42年没有人敢敲响过他了。宋提刑今天的击鼓惊巢之举会激起什么样的轩然大波？击鼓之后等待击鼓人的又是什么？恐怕谁也无法预料。等等等等，宋提刑，你真的要击鼓惊巢吗？你真是明知故问。宋提刑，你可要散。如果你还劝宋某三思而行的话，那就免开尊口。宋某想击醒这惊巢鼓已经不只是一次了。何公公，本官在湖州遭水灾的时候也曾经想敲响这面鼓，但是我没有他的魄力。宋慈，我支持你。你就别再推波助澜了，老夫是提醒你，宋慈，你要是真敢打破42年的宁静，击鼓惊巢的话，你
你今天进宫就出不了宫了。哼，宋提刑啊，你是个大忠臣，老夫给你跪下了，敬请三思啊。是谁敲响了登门鼓？是宋慈，奴婢拦不住啊。圣上有旨，传击鼓人进宫见驾。我儿子又有惊世骇俗之举了，你们都不用担心，他不会做错事的。来呀，给我搬把椅子出来。是。去。哎。来。我今天就要坐在这上天入地的天井里，等我的儿子平安回来。哈哈哈哈哈。启禀圣上，京畿提点刑狱宋慈候驾。让他进来。臣谨遵圣命。宋慈见驾。英姑，大哥，大人有令，令你速带手下弟兄去吴府守住所有出入口，等待圣命。可皇上他……什么也不要说，去执行大人的命令。兄弟们，走。微臣宋慈叩见圣上。都下去吧，走，走，退后百步。
既然敢击鼓惊巢，想必是已经把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了。圣上，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拘泥这些繁文缛节吗？起来吧。谢圣上。圣上，昨夜发生在朝明寺的血案，想必有人已经禀告圣上了吧？这正是朕要问你的。几个月前，在你的衙门里，你记得朕对你说过什么吗？朕对你说过，纪王与朕是两小无猜的兄弟。三个月前，朕为什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让你查明纪王的失踪之谜？朕原来是想把纪王接回到宫里，同享尊荣。朕甚至于想过退位禅让。你当时不也信誓旦旦地向朕保证在8月15日之前给朕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可就在这最后一夜，朕让你尽全力查找的皇兄却遭到了谋杀。你难道不该对朕的皇兄之死负责吗？圣上，微臣该负的责任，微臣绝不推诿。可是有一个请求，必须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人都死了，再纠缠真相又有何意义啊？你让朕大失所望。圣上手中的这块玉佩，表明纪王这次下山只是想与圣上见上一面的。是，是啊，是的。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谁都想见面重归于好。朕本来天一亮就亲临朝明寺迎接皇兄，可是没想到现在却传来了纪王被谋杀的噩耗。圣上，纪王已经圆寂，人死不能复生，但臣必须要彻底查清本案的来龙去脉，给死者在天之灵一个安慰，否则臣一辈子不会安心。既然你这么说，那就去查去问吧，还击什么鼓惊什么巢呢？微臣不击鼓惊巢，今天能进得了宫见得了圣上吗？既然你连真相都没弄明白，那你这么着急找朕干什么？因为圣上的身边竟然也有人参与了昨晚的事件。这么说，你是怀疑朕身边的人？臣情愿相信是有人背着圣上干的，但是……但是什么？要是真是出于圣上旨意或者暗示，臣不怕得罪圣上，也要为纪王讨一个公道。你凭什么怀疑是朕身边的人谋杀了纪王？昨夜整个事件是有人用门杠打昏了寺院的僧人开始的，而这个打昏僧人的凶手正是圣上身边的内侍何公公。公公要是觉得我冤枉了你，就请出来吧。证据？你有什么证据？证据就在你自己身上。啊，这是我上下马车的时候刮破的，这也算？这不是在车上，而是用门杠将小僧打昏以后拖进柴房的时候在门槛上挂的。这是宋某在柴房的门槛上找到的证据。你看看，这与你这件锦袍上的绸丝一色无二。你还有何话可说呀？不不不，不可能啊。
藏起来了吧？这在朝明寺的时候，我故意的漏说了这一细节，就是要和你在圣上面前对质的。你以为他是朕派去谋杀纪王的杀手，对吗？可是你也不想想，朕真是要派人深夜行刺，什么样的杀手不能找到？派一个阉人充当什么杀手，说出去都不会让人相信。圣上，这毕竟是您的贴身总管，如果不是您的授意或指使，他……哦，此事是阉人自作主张，与圣上无关呐。官家呀，臣是瞒着官家偷偷去干的呀。臣虽然没有亲手谋杀纪王，可是那一门杠确实是臣敲的。臣给圣上的脸上抹了黑，臣罪该万死。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心生谋杀纪王的恶毒歹念？你难道不知道他是朕朝思暮想的皇兄吗？臣是怕纪王回来与官家争位，一旦被他得逞，臣岂不是要受连累吗？其实臣岂不知道官家宅心仁厚，对纪王更是牵挂万念，绝不允许任何人来伤害纪王。可是臣私心膨胀，鬼迷心窍，害人害己，更害得圣上受人怀疑，臣罪该万死啊！事到如今，臣还有什么脸面来侍候圣上？哼，臣唯有一死，以谢圣上。和珅，你吞下了什么？缺胆，是他。我儿子进宫多长时间了？婆母，还不到半炷香的光景呢。你们不用担心，我儿子他不会有事的。对，婆母您说的对，您儿子遇到事情就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婆母，您还是进屋去歇着吧，坐这儿多累呀。您还是进屋歇着吧。是啊，姑母，您还是进屋歇着吧。你们不用劝，没用。宋慈，你说到底是谁谋杀了朕的皇兄？圣上，此事既然是何公公的擅自之举，臣是深感欣慰。朕的贴身总管死了，这下你高兴了吧？不，臣欣慰的是圣上没有参与此案。圣上是一国之君，至高无上啊。哼，只怕你是口是心非。如果你没别的说的，那你就……不，臣还有一个更大的课题想说。哼，朕就知道你宋慈是绝对不会就此罢手的。那你是不是想说那个真名叫石天来的人呢？圣上心明如镜，什么全都知道啊。话中带骨头嘛。就是有一根骨头，那就是困扰了臣几个月一直不得其解的一个最大的疑问。果然连朕的敌都敢刨啊。臣这是秉性使然，
没有办法。你就不怕你话说多了，让你性命不保？生死赋于天命，臣任君处置。好，朕今天就要和你来个竹筒倒豆子，一吐为快。臣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圣上要和臣一吐心中的快累了。对，是啊，这阶上阶下是有尊卑之分。是。可此刻我就不是皇帝，你也不是大臣。不不不，我们没有君臣之分，平起平坐，说说两个男人的心里话。不，君与臣我分得清。来吧。这请。宋慈啊，朕是想让不不不不，既然你称自己为宋某，我也自称赵某。赵某，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得从实答来。臣从来是实话实说的。如果己王还活着，并且真的扯旗举事，你的屁股会坐在哪一方啊？宋某会择其善而从之。赵某就知道，问了也算白问。宋某这说的可是实话呀？那你说，谁是善，谁是恶呀？20年前，不，28年。28年前，我赵弘，赵曹履。28年前，我赵曹履还是一个乡下的野孩子的时候，人活的就像是鱼儿在水里，兔儿在山上，欢快自由。可是谁让先皇帝没有挤出亲生？而我这个名字叫赵曹履的乡下孩子，恰恰则是太祖皇帝的第十世血孙。于是我就进了宫，成了皇子，当上了皇帝。这是我自己能选取的吗？我就像一张掉进水里的全树叶，流啊流啊，流进了皇宫。就说20年前那场继位风波吧。按大宋祖制，先帝宴驾，太子即位，这是不争的事实。可当时是石开元专权，一手遮天。我甚至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他做了什么手脚，就把太子给废了。记得我小时候在越州乡下，有一句俚语。叫强摁牛头吃屎。我当时就被石开元强摁在这把龙椅上，身不由己呀。话说回来，当时我要是不坐这把龙椅的话，这大宋朝廷还不知乱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得以安宁啊。朝政乱，社稷必乱，社稷乱，天下必乱，而天下乱，大宋必亡。可朝野之间竟然有人把这个欺骗篡权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你说这对我公平吗？天下人都称我赵某人为天之子，可我不是。我原名就是那个叫赵曹履的乡下庶出之人，都道天子乃九五之尊，至高无上。可我这些年的龙椅坐得并无天威呀。嘿，哎，
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知道您这番话其实并不是为我准备的，所以我无话可说呀。实不相瞒，我这些话原本是准备和几王见了面，和皇兄推心置腹，一吐为快。可现在几王不在了，我这满腹的心里话就无人可说了。哎，一个大宋皇帝跟你说这些话，哎，让你见笑了。你我现在不都是一样的男人吗？嗯，哦，是是是，这些话是不吐不快呀。我完全能够想象你心中憋着一些难散的快泪，因为你被一条毒蛇缠了整整十年。这就是困扰你心中几个月的疑问。其实十天来的骗局和手段并不是天衣无缝，可九五之尊至高无上的大宋皇帝怎么就可能屈服于他呢？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呀。你连这样的问题也敢刨根究底呀？今天你我可是同坐着阶下说话，可我上了阶还是皇帝。那我就趁你还没有上阶之前想问一个问题，你真不知道当年石开元在遗诏上做了什么手脚？知道了如何，不知道又怎样？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石开元在遗诏上做的什么手脚，十天来就根本不可能得逞。此话怎讲？这再简单不过了。如果你不知道遗诏被做了手脚和怎么做的手脚，你就不会接受十天来的要挟。你胡说，纪王早已经殉难，怎么可能还活着呢？纪王不但还活着，而且随时准备撤旗举事。好，好，既然你这么说，那他为何又迟迟不动手呢？纪王一党迟迟没有动手，是因为有吴某保着圣上。你有何能耐能保得住朕？要说能耐，吴某是武不能上阵打仗，文不能填词作画，但是吴某手上捏着一件能住在大宋江山的宝贝。什么宝贝？圣上明知故问吧。别再跟朕唱什么弯弯绕了，你有什么宝贝就亮出来，还等什么？亮出来啊！圣上请看。这是什么？这就是那份被篡改过的先皇帝临终前的传位遗诏。遗诏上写着传位于赵弘。这不可能。圣上说的不可能是指什么？是指吴某不可能拥有此物，还是指遗诏不可能被篡改？你说有人篡改遗诏，有何证据？圣上难道还要吴某当场给圣上演示吗？那好，就请圣上赐清水一盆。不，不。圣上当时为何连一盆清水都不敢赐呢？朕，你刚才说对石开元如何做手脚一事并不知情，现在看来，其实你不仅知道石开元是如何做的手脚，而且还清楚地知道是如何篡改的遗诏。你凭什么说这些话？圣上要是不知道先帝遗诏被篡改和如何被篡改的，又何以会连武德要一盆清水都不敢赐予呢？这，因为只要一盆清水，武德就能将如何篡改先帝遗诏的秘密全然揭开。其实当年石开元用的呀，不过是古人常用的雕虫小技。对，其实这只不过是古人用过的一种雕虫小技，只要清水一盆，吴某就可以把你们如何篡改先帝遗诏当场演示出来。我想圣上大概记起这些往事来了。既然如此，就无需吴某当场演示了吧。哼，
朕不清楚阁下是何来历，朕对你的胆量深感佩服，但是你难道就没想过，当你手下没有了这份遗诏，你还能如此胆大妄为地要挟朕吗？吴某听懂圣上的话了，圣上是想说留下这份遗诏。你难道不觉得拿着它烫手吗？既然烫手，那就用水试之吧。圣上看到了吧，这可是一位精于字画拓表和旧书修补的老吏官用修补古书的办法做成的，而浮起的这个红字本来是一个央字，就这一字之差，江山易人啊。你还是挺聪明的。吴某真正的聪明之处恐怕圣上还未察觉呀。什么意思啊？刚才被西湖水进化的这份遗诏，只不过是一份与原件一模一样的复制品。真正的宝贝现在正在某处，只要吴某今天能够平平安安地走出这皇宫深院，那永远将是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相反，万一圣上动错了念头，使得吴某今天走不出这皇宫深院，三天之后就会有人把那份遗诏原件立即送到元太子党的手上，如此一来，当年的篡谋真相就会在一夜之间传遍天下，让天下人都知道圣上是篡国之君，还有何天威龙御天下呢？与宋某所料丝毫不差，其实圣上真正怕的并非是那份遗诏，而是怕纪王来。怕纪王来什么？是怕纪王来夺回龙椅。谁来了？快去看看。没有人呢。我听到了，快去看看。宋才，快去看看。是。没有人呢。老夫人，外面什么也没有啊。没有就好啊。对对对，就算是这些年来朕时刻都在提防着纪王反朝，可是朕不是怕被人夺去了皇位和龙椅，朕是怕朝政大乱，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道理你应该知道吧。大宋守着这半壁江山，外患内忧，百废待兴，朕也算是呕心沥血，却是如履薄冰啊。我大宋已经经不起宫变内乱，朕防着纪王反朝也是为了大宋国泰民安，何错之有？可是你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借着调查纪王案之名行肆意贬损朕的龙威之时，你无非是想为纪王复出推波助澜，一语另投新主，可朕一直待你不薄，你何以对朕这样的寡义？你忘了朕正是看中你的正直与才干，才不计前嫌下诏给你官复原职，可你简直是忘恩负义。哼！你笑什么？圣上以为这些年来所谓的太子一党一直没有动静，真是那个武德为圣上保守着那个秘密。有件事圣上也许并不知情。什么事啊？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就在微臣当初领旨回朝复政的路上，亲眼在天台山国恩寺见证了一桩佛事，那就是为当年的纪王行剃度之仪。其实当年的纪王，后来的昭明大师早已皈依佛门，断绝俗念，无意反朝了。
姬王此番并非来和圣上争位夺权，而是为了当面向圣上表明心迹。